我们是县公安局刑警队的，我叫马哲。是不是早就等你们来了？等我们？那天我去河边了，刚到河边我就看见那个尸体了。死者信息掌握，是我姑老父还收养了一疯子。疯子？我知道最近又死人了，你肯定更着急破案了呗。马哲，怎么了马哲？抓着疯子，那就结束了。我想再查查。不好意思，你看到你，就是看到我的地方。反正我觉得这个案子肯定没那么简单。师傅，你好奇怪啊。原来是你啊！你凶手不是疯子吗？你是大队长，你不能丢链子。疯子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你再把我杀了，这事就圆满了。马哲，你先好好想想到底发生了什么。